你有口罩不？小姐，妈呀，你啦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小姐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小姐，不要这样子。啊，你有口罩不？我给姐好你好不？我拿一个口罩给你好不好？小姐，我拿一个口罩给你好不好？要骗笑好不好？不是啦，小姐。你有没有干净的口罩？有。我如果有，早就拿出来。来了，我口罩给你，你戴起来好不好？坐着，戴起来，戴起来。不要偏笑啊！戴起来。小姐，你没有戴口罩，好不好？现在全民的防疫的观念。本局在5月22号首日哦，及动员的员警哦，出外稽查。在智利及巴德路口有发现一名妇人，余姓的妇人，他未戴口罩。该名妇人即辩称说我们家没有订口罩，不愿意配合佩戴。该名妇人也是以手挥舞，拒不配合。经过我们同仁的劝导，该名妇人也有戴上了口罩。针对该名妇人没有戴口罩的部分，我们收证过后，我们会移请卫生局来做一个采访。那这边也呼吁，因为疫情有点严重，全民出门一定要佩戴口罩，这个部分请全民要来配合。他不是没有营业吗？整理资料。营业关掉。啊，刚刚我们进来没戴口罩，正确了哈，没有要补充的啦。没有。好，那这边签名。本局警网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该酒吧大门深锁，但是可以隐约的听到从里面传来一阵一阵的音乐声。那同仁察觉有异，于是在酒吧对面来做一个守候，一直守候到23号的凌晨4点左右，刚好有一名外送平台的外送员送餐至该酒吧，那该店店长出来取货，那我们同仁就一拥而上，趁机上去去领检。那临检的时候，发现在3楼的包厢有一间 KTV 里面有2女1男在里面欢唱饮酒那违规的事实相当明确，那我们也将相关的一个临检画面收证齐全之后，来移请卫生局、公务局在今天23号的下午2点半，我们共同到达酒吧的现场，来予以断水断电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了，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，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52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军香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了，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